注情感的地方，每天回家就会充满幸福的期待感。晨曦想要打造建筑新价值，为消费者提供专属品质。晨曦建设是一间很年轻的公司，公司成员由七年级、八年级生所组合而成。我们把自己定位为创作型建设公司，因为是创作型建设公司，我们大量接收最新的科技、最新的建材、最新的技术，给消费者的就是最好的、最优良的产品。我们希望透过晨曦新世代的建筑思维，配合燕尾扎实的工程基础，创作出卓越的建筑，用承先启后的精神，让生活与建筑融为一体，打造永恒经典。建筑是一辈子的责任，你如何去针对一辈子责任，在施工及过程中做到到位，让后续的消费者无后顾之忧。燕尾营造79年成立到现在也迈入第31年了。公司在第15届金质奖荣获，在中装调整池荣获金质奖工程位的肯定。一个工程从零到完成，它有它的荣誉感。荣誉感的过程中，你如何在每一个小细节做到位？公司在建筑方面的理念，建筑是一辈子的责任了，也更不希望好不容易人家买的这栋房子，后续衍生的一些问题点，造成大家的消费纠纷还其次了，最主要让人家住得安心跟放心。SGS 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第三人认证集团，在建筑领域里面，我们的建物生产履历提供消费者一个把关的工作。我们主要的工作在新建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确认它的钢筋混凝土的材料及施工，但是确实有依照设计规范达到标准。那在这个领域上面的时候， SGS 会在它整个施工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同事会到现场去确认工程师有没有确实跟要求施工人员完成他所该负的使命。 SGS 是提供消费者在整个新建过程里面一个完整的有品质的住宅环境，让房子的价值更高，住得更安全。我们 AlphaServe 住栋住，它的精神就在于说，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根一体成型的钢筋。尤其我们住栋住，它的外方内圆的概念，外方的钢筋是一根一体成型的钢筋来形塑而成，内圆也是一根圆形稳定没有中断的钢筋来形塑而成。我们都知道圆形是稳定的形状，所以我们整个外面一体成型，很连接的很紧密，很安全。内圆又更加的一个微塑，所以它的整个抗震的韧性效果相对的非常的好。目前 AlphaServe 住栋住经过国家地震中心试验，它的抗震韧性效果提升了将近1倍，消费者买这个房子也不怕地震，免除掉日后地震来的恐慌。也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可以把真正的安全带给消费者。主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是说，我们希望以双塔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双塔的话，它整个在建筑的气势上更能营造出一个特别性跟这个所谓的自明性。那整个基座上基本上是用比较浅色系的一些石材为主。那在我们基座以上的部分的话，我们是以色块式，就是现代手法的一个分割方式哦。那它在整个地标上跟整个新庄中正路的一个，不管是以后人街上的行人或是居住在里面的人，它都能够形成一个很有识别性很有特色的一个建筑。新庄全安段这个样子大概700多坪，它是我们同时适用都跟二建1.0方案以及106方案的第一个案子。那透过都跟二建1.0的方案呢，让
整个地主在整合方面呢，可以达到100%的同意。那同时也申请了一零六方案，所以他只在短短的送件到核定，只花了4个月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是效率是非常高的，也让这个新庄全安段周边的民众会对都更产生信心。